经中央军委批准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将于4月下旬在青岛举行，届时将举行高层研讨会、国际舰队检阅、联合军阅展示、文体交流等多项活动。截至目前，已有60余个国家表示将派海军代表团参加多国海军活动，多个国家将派舰艇参加国际舰队检阅。